非常开心哦，也非常代表市民朋友们庄重的跟各位打火弟兄致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在消防节的今天我们向城市英雄说出心里话，以及机油人员，还有我们来自西班牙的 Galen 哈，他所画的这个壁画，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心，到万里之外的台湾来的台南，好向我们消防弟兄来致敬啊。那他画的这个就非常好，那也感谢各位好朋友，那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我们消防节快乐，希望永远不必出勤啊，表示我们台南都很平安。但我还是希望说，平常我们的训练准备都准备好，那这个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就可以毫无误差的准确的来保障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台南市政府站，市长站，站，谢谢我们的，谢谢我们的三木运输，我们的消防人员。东门分队郭振宇，